我们对有关言论表示关切。大陆民众对这种损害两岸互信、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言论纷纷表达不满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民心所向，时代潮流、历史必然，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。希望台湾有关政党、团体和各界人士同我们一道，在坚持九二共识、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，坚守民族大义，坚定正确方向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，维护台海和平，促进祖国统一，造福两岸同胞。